极致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朱一龙。这次感觉就是参与感会更强，然后会更放松一些吧，因为这边一定要防晒嘛。然后带了小金管，然后带了紫熨斗，因为紫熨斗比较方便。然后20号我们河边的首映，其实类型我没有特别规定说一定是哪种类型，我觉得就是还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看的故事，然后有内容的故事给大家看嘛。